很多男人都喜欢主动直接的女人，在面对女人主动的时候，很多的男人也本着来者不拒的态度去接受，但是最后却发现自己根本驾驭不了这份感情，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对于以下这三种最好色的女人，一般的男人都是驾驭不住的，遇到了就敬而远之吧。一、交友广泛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往往身边有着非常多的男性朋友，并且以男性朋友居多。如果你好好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男人和她基本上都有着千丝万缕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并且她光明正大的前男友也是相当之多。这样的女人根本恋爱就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为了填充她空虚的内心。二、喜欢身体满足的女人，女人喜欢身体满足，虽然会愿意跟着一个男人，但是当这个男人不能满足的时候，她就会开始觊觎外边男人的身材。她会看着外边好身材的男人直流哈喇子，恨不得用眼神就把外边的男人吃掉。这种喜欢身体被满足的女人，你身边是否也有？三、社交软件玩得好的女人，各种新鲜社交软件她们把玩得炉火纯青，她们知道如何通过社交软件吸引男人，稍微用点心发一条说说，下面的男人排着队给她回复。这样的女人从来不缺男人，如果你愿意加入其中的一员，很简单，稍微有点钱再打扮一下，很容易就加入大部队了。好色是天性，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好色的，关键在于自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很多个自己，只要能管得住那个代表欲望的自己，那么你的生活将幸福无比。